你猜啥味儿？你吃一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白天刷不到。吃过这个，搞定，我们先吃这个吧，泰式甜辣酱的。这炸鸡嘎嘎脆，好吃。上海杭州的小伙伴，这个像你们那个吗？这个甜辣酱就是甜中带辣，辣中带这种酸，果香里面又透着那种蒜香，我真觉得它应该是 MVP。 哦，这一咬就爆汁了，怎么让我姐吃这个？我是小可爱哟。Nice。 今天世界的尽头是炸鸡，炸鸡的尽头是张兮兮。蜂蜜芥末味的，这个是酸甜中带一丝丝芥末味，闻上口我觉得还是甜辣酱的好吃。妈呀，给你吃这个，就黑暗料理。上次说没有下颌线的是张琪琪，有下颌线的是他姐。从今以后我要开始造谣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妈。那好了，同志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你们可以浅猜一下，第二集张琪琪的100种无聊方式是吃什么？拜拜。